哦，有料有料。Hello，我是 Kai，Arkye，欢迎回来我们的方舟奇缘空岛。已经发现了有一个什么东西嘞，哈哈，就是这个啦。相信很多人知道了，因为看其他玩家、其他实况组就知道有这个，就是血量的那个叫什么血条疤嘛。跟这个晕度的疤，这个是我已经装了的魔族，其实也还有另外两个魔族。第二个魔族是我增加了那个重叠，将这些东西重叠。那比如说这个大腿肉378，而之前这些呢，因为它是在增加魔族之前的，所以就不能叠在一起了。只有你现在拿到的新东西才可以叠啊！你看，生肉也300多，大腿肉300多。那第三个模组就是那个上一集我有说到的传送门了。传送门其实我不知道要怎样做啦，还不是很清楚。影片看了一些，可是没有去详细的，就是看每一个 step 啊。它的步骤要怎样？应该是要做这个 bench 先吧，应该是这个对吗？Create the ancient team, stargate remote。我相信需要这个才可以做更多东西。OK，400个铁。刚刚发现了一个重大问题，也就是当我去拿这个什么啊，金属的时候啊，竟然发现自己走不动，原来。这个血条啊，health bar 跟那个晕度的那个东西，如果我将它这个模组排到第一的话，是会影响到起源的模组。所以你看我现在的重量是500，500其实是起源它修改了。如果我将那个排成第一，起源的模组第二的话，我的重量就会变回250了。所以。为了就是保持起源这个东西，所以就我觉得还是不要加了，没关系了。铁刚刚烧好，开始制作 Ancient Bench，还有这个 Stargate Remote，只需要石头就做到，有点搞笑。好了，这个东西，我就摆在这边了。看一下啊，这里吗？哎，这个地上啊，地上怎样？地上有没有影响到呢？因为一边是毛，一边是好像有问题。等我换一换先，就这样吧。哇哦，所以它样子是这样的，什么鬼来的？哼，好像晚期这样。这些，OK。不会说很多啦，我收集一下先，应该是最主要是要做这个 Stargate 吧。我现在这个情景有点夸张啊，以为自己还玩着一城余生呢、啊。哼，问我是不是新的更新啊？没有看过这样的嘞，那个雾这样绿色的，完全看不到东西。这一次应该可以将所有的做到了吧？我先做这个。其实这也是什么？读一读看一下。不知道了。也做出来了。这个 teleporter ring，还是这个要做2个嘞？Stargate shield 可以保护你。Incoming call。或者我先做了这个先。我们将这个 Stargate 做在右边吧，屋子的右边，应该是可以的。只是它要在这个地基上面，所以一定是要做这个什么啦？那我们的地板至少要多少呢？放到吗？我看一下啊。只是4个，不知道能不能。
欸，可以是可以吗？可以是可以的，刚刚好吗？这好笑吗？等一下，哈哈，不过很奇怪，在做了几个地板先，我先放了先，因为怎样都是要多一点点，做了两个应该就 OK 了。大功告成，可是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？怎样操作啊？完全不懂啊！哎，842657啊，什么意思哦？如果这样会怎样？这是什么鬼啊？我是不是要放进去 ？Required after putting in press 所以我现在就可以 call 了是吗？我看人家有一个机器了，什么意思呢？先来做这个风神翼龙的平台，我觉得要一个移动的那个传送东西，应该是要依靠这个咯。做了这个先啊，换一换风神的它的那个眼先，来来来，风神升级你，升级一下你。好的，放就放了了。现在又要做的一个这个传送这个东西，很欠缺那个金属啊。我觉得接下来我要做那个起源的那个工业，才可以更快的做那个铁。开始盖这个地基，这些都是我之前在那个马老身上拿到的。哎呀，可以吗？糟糕，好像不能了，好像不可以哦，真做不过去这样。哎呦，哼，只能这样找啊。什么事呢？我暂时也搞不清楚要怎样弄。刚才是想放这个 Stargate 在这个封神的平台上面，可是不成功。就是就算我建了这个柱子高一层上去也是不可以。不过我们先去我们要到的地方先，这个就是我们第二个地方要来的地方。首先随便的建一建，哎呀，那个封神啊，很多虫一下这里，所以他一直在那边打来打去。先建一个那个楼梯啊，一样一格够吗？一格，看一下八 OK， 然后也是一样放那个东西进去。现在我要列是不是列到了呢？哦，好像可以列了就直接能吗？其实是怎样的，原来是这样的，我一直都放错，要放在奖杯这里，所以它已经开始了吗？变成我要回去走一次，是这样的意思吗？现在我看了啊，哦，有了有了，等下我看一下是不是这样直接可以走，直接可以回啊。哎呀，死鸟，哦，回来了，哦，一回来就跌死，耶、yeah ！所以是这样吗？哦，这里这个也要连接，哎呀，有点卡，现在不管是不是这个启动了的关系，哎，不要这样卡可以吗 ？OK， 如果我武器是，还是我直接。要也是要第二一第二吧 ，OK， 这里应该也可以啊。哎，哎，啊，对对对，我的风神呢？死了哈，去哪里？哇，剩了一粒蛋呢，他剩了一粒蛋，可是他走了，人去了哪里？会不会他已经传送回去了？是，有点乱了。我试看用老鹰进去看，哎，没有东西，这样怎样每次可以让他什么呢？
这种的它就是会每次都不同，可以维持住它吗？先这里改名啊，这里叫 home， 然后啊，那这里很容易 death， 是不是每次打都要 call 一 call 才可以呢？差点就找不回我的风神了，因为他突然走掉，忘去哪里，叫我再 call 一次回家的传送线。哎哎哎，你们可以停下来跟着我吗？哇老，他们要怎样的？可以停下来吗？我先给老鹰过吧，我觉得那个东西呢，他已经过了，难道？哦，他已经过了，这样快，刚刚好了。我觉得当这个传送门开着的时候，很多东西都可以过来，野生的都有可能的，哼，要小心一点。现在就揭晓为什么我要搭在这里，其实就是因为之前哪，哈哈，嘟嘟暴龙仔，这是我在上一集昨天的时候发现的这两只东西，可是我就不敢立刻抓了，因为风神是抓不起它来啊，而且这里离家太远了，所以我就没有在上一集的时候抓。现在来试试看啦，有了这个传送，应该就可以安全的护送他们回去。我先收集大腿肉吧，先清清掉附近的这些虫，太多了，如果不是等一下会很烦。打一打先了，我觉得是打不完的啦。你看来到又停了，我觉得可以喂了，现在来试看吧，还是有虫顶它，可以去死嘛那些东西，哼，烦到厉害。OK， 追我就好了，追我了，不要打我的老鹰，给我抓了这只东西先，抓了一只，还有第二只嘞，不是这样容易嘞，啊，又来啊，好接近啊，这个，快点快点，差多四五 hit 吧嘞。OK， 60%， 目测60%， 70%， 80%， 多两块吗 ？OK， 多一块啊，多一块，耶、yeah, ，抓到了 ，Badass baby， 可以跟我吗？我觉得先带一只回去先。比较保险，你看他还喷毒了，好像，哈哈，他上到来吗？问题是，这些东西好像蛮快的，他走动方面，我们再看情况。OK， 可是要给他上来先呢，如果，哎，这么死呀？哦，活的死了啊！这怎么会死的？突然，好像有南方啊，这里。哎呀，叫我要快一点，给他走先，走先，快点躲下，躲下，可以过来吗？过得来吗？哎，这么灵 ，OK。我们试试看能不能啊，我也不知道，现在回家的路，因为他站在这里，我也不懂能不能看一下传送的。 OK， 他也应该过了，他过来了吗？耶、yeah, 回来了回来了，哼哼哼哼哼，哎呀，那个火的我觉得他不尖掉，难道是给暴龙？真的是南方啊，那边有南方的，我怕他真的是遇到南方了。这叫什么呢？
其实我已经想好一个名了，哈哈，吓死宝宝了。可是到底他几时会大就不知道，几时会大不清楚。真的是南方啊，死南方！吃掉我要抓的东西，这是多少灯啊？等我一个飞啊！我难道我要带南方来报仇一下？带我南方不止过到这里没有了，如果过到我就打死他。我试看，他每一次应该是要等待是吧？要等那个冷却时间啊。好像这样的时候，我不懂要等几十秒这样，他才会不见。好的，现在才可以去 call 他。其实我还不是很了解这个模组啦，如果大家知道什么资讯呢，可以告诉我一下，这样我会用到更方便一点。来试看到底能不能。我们来了吗？其实一来到这里，那个地图是还没 loading 好，你看，很好笑啊。OK， 这一方面我觉得是这边了、啊，那个南方在下面啊，看到红红那个，他还在吃着那个肉，顶他，顶他出来。其实这里也有那个守护者的，来来来，死，跟我打，第一次。南方对南方 ，Kissy， 死啦！顶你的肺！你看，吃掉那个东西，怎样好啊？没有办法了，要等他什么咯？等他再重生的时候再抓。其实我是想抓买这一只的成双成对这样嘛，没有想到慢了一步。哎呀，还要给虫吃！你看这个风神大哥，他又停在这个地方了，太好笑了！每次都要跑出来才甘愿。其实我将这个风神的鞍啊收掉了会怎样呢？比如说我现在带了这样的东西在上面了，我没有试过了，我可以试看吗？现在啊，这样，哎呀，我不是要开门。这个东西如果我收掉会怎样？收掉。哦，哦，有建筑物的时候已经不能收了。原来是这样的。